感觉到辣了，它辣在喉咙了。Yo, 안녕하세요 Delo is here.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哦，最近那个 Family Mart 啦，不懂这么吹韩国风哦，然后出了几样韩国 style 的食物啊。我本身自己知道的啦，有三样。第一样就是韩国风味的关东煮，第二样就是韩国辣炒鸡，第三样就是韩国 cheese 拉面。然后韩国 cheese 拉面现在很像在做 offer 啦，4.98罢了，到20号吧。之后就变回6.9，所以废话不多说，现在马上去吧 ，Let's get it。他讲要等20分钟，然后刚我问了他那个辣炒鸡有没有，然后他讲没有，然后他是东尼亚。2000 years later，这个就是关东煮啦 ，cheese 拉面 ，shake shake chicken， 韩国辣炒鸡。他刚刚跟我讲没有了，其实不是没有了哦，是他懒多多。我问另外一个人哦，然后又有了，他根本就是 popcorn chicken 啊，应该是那种韩国辣酱。哦，真的吗？应该不会很辣哦。哇，很紧哎。好的，他放老鼠粉。我这样子买了20块8毛。来大买一下，为了配合韩国口味，我买了一个韩国的。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 shake shake chicken 到底好不好吃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满汉 stick baby 的，它的酱哦是 OK， 可是它挤了有点硬，算好吃哦。这个真的是 OK， 它是有点甜甜辣辣，但是它不会太辣，就是甜到刚刚好。它就是放了辣酱跟甜酱的 popcorn chicken， 先搅拌均匀。它的面根本就是韩国拉面的那种面，喝一下汤。很甜又很辣，我闻到这个很辣。这个汤跟这个汤一样，它从这个 order 里面炖那个汤出来。嗯，好吃的拉面是，可是哦，它有点过甜了，我觉得。我想象中的是咸跟辣，然后泡菜味道。你拿了什么？两个东西吧。他给了我一个，就甜甜哦，甜甜辣辣。我觉得冬阴会比较好吃，可是面的话，我比较喜欢这个。人才就是什么意思？奶片，不是，这个是牛奶。他在小时候喝，不是小时候，是我们平时在喝那个珍珠奶茶那种用粉泡啊，一模一样的味道，根本就是那个珍珠奶茶味道而已。感觉到辣哎，它辣在喉咙啊！它心是甜甜的，然后辣在喉咙。它不是辣在嘴巴，辣在喉咙。可是你感觉到甜是在嘴巴，因为你的喉咙没有舌头，你是感觉不到它甜。其实辣不是一种味觉呢，它是什么？知觉，两只是两面哦。Bang， no， 瞬间是。这整体我都给一个7分啊，是可以吃的，你们可以来 try 一下，真是不错。什么叫是可以吃的？是可以吃啊，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嘛。哇，吃到我想呕那种。你们可以来 try 一下啦，是不错啦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最后记得分享给朋友看，跟他们讲有这些美味的韩国餐啊。OK， 还有对哦，不要忘记订阅我频道啊，我每个星期都会发布新影片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